那几个关键词都是我不想再触及的，大女主、成长史、古装，但是一看我真的就非常非常喜欢。演完这个戏我发现其实古装戏对我来讲不是障碍。自从你走以后，所有的快乐都是转瞬即逝，而不快乐却是那么的长久。现在什么都没了，唯一能撑的人就是我了。你还没有放弃？我只想要一个公平，能有多难？你知道你要告的人是谁？你知道他跟皇上是什么关系？哪怕以卵击石，我也要讨回一个公道。对于一个寡妇来说，什么罪名才死有余辜？谋杀亲夫。站立在营门三军校，大小儿郎听更了。这种毒死亲夫的淫妇，只配陈塘。如果被人欺负不能还手，被人冤枉不能洗清，那我活着还有什么用？别忘了，你现在的命是我救的，我才不稀罕你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你心甘情愿地跟着我。不可能。其实我们所有人呢，都是过客。你看啊，夫妻、妇女、君臣，早晚都得散。只不过是早几天晚几天吧，就是因为早晚都要散，所以啊，聚的时候就要卯足了劲的开心，等到散了呢，谁也别惦记谁，各自往各自的下一站奔，再找新的开心。现在你我之间不仅隔着我在神堂前的誓言，更有一段血海深仇。我毕生的愿望就是要看着你一贫如洗，无法立足。您若是真的恨他，请刀杀了。